台中 MCA 日本特派员 Sophia， 现在我们到的地方呢是日本三景之一的天桥立。哇，这里风景真的超漂亮的哦。天桥立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形，大家往那边看到可以看到，它是因为地壳的推挤然后堆积上来的，所以它会形成这个很特别的形状。然后在天桥立呢，这个很有名的地方观景台叫做飞龙观。然后大家都知道来天桥立要做一个很特别的动作，就是你要把头往胯下这边看过去，就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天桥立哦。1、2、3，嗨，哎呦喂啊！就会看到这个沙洲呢，像是一座桥梁往天上去，所以因此而得名天桥立。